心瓶子不要倒过来念，不然会变成鱼吐痰。还有冲好尾声的哦，哎，别露面皮啊，别露面皮啊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好，再欢迎下一位，是我们的海狼鱼。这只跟我们卢曼长得很像。真的，再来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的表弟，我的名字叫做卢曼，他的名字叫做卢大肠。跟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好了，算了算了，以上就是我们参赛选手。那屋顶要来讲解一下游戏规则，很简单哈。待会我们的鱼呢，从前面开始绕跑，跑到后面再游回来，看谁最先回到舞台上。